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.1希诺宁每千支流水大反转，首日超二本线11小时，日服登顶，近半年最佳卡池，5.2中林插队温第五了，5.3火神冰女定位曝光，仆人售后来了，各位大佬好呀。今天元神玩家万众期待的5.1纳塔新版本，上半希诺宁和甘之池的首日卡池流水数据终于是放出来了，如图所示为505,000刀。要知道，这可才是希诺宁卡池的首日流水啊，怎么比以往艾梅利埃池的次日峰值还高？不愧是自立会登场以来就被大家冠以大万叶的岩系豹女大姐姐啊，这波首日流水堪称一个爆炸，也是原神近半年以来的最佳卡池流水了。各国排名情况的话，目前原神是在全球44个国家地区中上榜前10，人气四大区里国服目前位列第3，差一点超越 DNF 手游，美服是位列第7，总榜排名第25，日服则是成功登顶总榜一游戏榜均为第11，韩服目前是位列第6，总榜排名第10。让我说还得是日服玩家啊，人家那边对老米的支持力度是真没得说，就例如隔壁崩铁刚刚连续登顶了12期卡池不说，这边大姐元神也要开始登顶了，看来日服手游市场这块还真成老米自家的后花园了。抽取比例方面，千只大概也就跑来当了个七分组，毕竟就以出货情况来看，希诺宁首日是出货20,343只，干支首日是出货2,327只，两者的比例大致就是 8.7:1，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虽然并未超某音，但以 QQ 音乐为二本线的话，本期的希诺宁和千支池截止到凌晨7点是已经超了11个小时，要是放在巅峰时期的原神来看，这数据显然是算不上什么的，毕竟没超某音就是挂零大忌的。但是随着今年整个二游圈的集体缩水，原神又作为一款4年的老游戏了，整个纳塔流水都不是很可观的情况下，希诺宁千支卡池还是值得称赞的。总之辅助角色永远要比主 C 更能卖卡，除非你每个版本都是 UP 龙级别的主 C， 那这样搞没等到至冬数值就蹦完了，有起色挺好的。不过往后原神池子基本就靠人气角色和强度角色撑起来，一些路边杂鱼角色已经不够看了，之后的火神和队长应该可以更高，大家觉得呢？原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两位新角色的强度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，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新五星恰斯卡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恰斯卡之前提到的 AOE 能力很强，其实并不然，实际上灵命是做不到那种效果的。恰斯卡的大世界能力的话，总体来说和伞兵差不多，那塔内飞行肯定是非常舒服的，不一样的是玉枪飞行操作的话很轮椅，起飞按住 A 就可以，换命解放队群能力对单倍率足够。而说起5月2日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毕竟卡池角色反转了多个版本，结果没有一个是实锤的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5.2 卡池部分角色的安排中，据说有钟离、鹿野苑屏障、飞谢尔这三位，看样子钟离复刻基本上是稳了，还有两位的话目前并没有确定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两位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和冰女千特拉利也会登场，同时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和角色新皮肤也会和大家见面，其中火神据说是后台 C 战绩点，暗示火协同长按火附魔大招两秒一次，骑摩托简单来说就是大迪西亚，冰女的话定位据说是后台挂冰有盾，类似于大莱伊拉，就目前火 C 仆人还是最容易喝汤的，看样子纳塔两大人全卡稳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